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脑卒中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脑卒中的功能障碍及康复包括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感觉障碍、认知障碍、情绪障碍、语言障碍、吞咽障碍、尿便障碍、心肺功能障碍的康复等等。首先是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我们分别从体位治疗、躯干肌训练、坐位平衡训练、站位平衡训练及行走能力训练等几个方面介绍运动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我们来从卧位开始，健侧卧位。多数患者容易接受健侧卧位，在该体位下，头仍有枕头，保持一个良好的支撑，以保证舒适。躯干的横轴要基本保持与床的水平面垂直，避免半仰卧或者是半俯卧。在胸前放枕头支撑患侧的上肢，与肩屈大概80到100度为宜。患侧下肢也要用枕头支撑，以保持髋膝关节的微屈，而我们的踝关节位于中间，健侧肢体放在任何舒适的体位即可。下面看看患侧卧位。患侧卧位是最重要的体位，虽然有些患者不愿意接受该体位，但实际上此体位对患侧是很好的感觉刺激。头于舒适的体位，躯干稍向后仰，肩关节屈曲80到100度，健侧上肢可放在身体上或后边的枕头上，患侧下肢可置于屈髋、屈膝和背屈外翻踝的支位，健侧下肢放在舒适体位。注意事项：床应该放平，不主张抬高床头以及半坐卧位。患手内不应该放有任何物体，避免引起抓握反射，使指屈肌痉挛。有些患者不能明确自己与周围物体的关系，所以最好使躯干长轴与床面平行，不宜斜卧。另外要强调变换体位，任何舒适的体位都不应该超过2个小时，以防发生压疮。躯干肌训练，躯干作为身体的中心，它是任何肢体活动的基础。躯干活动应是偏瘫康复程序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图是我们进行上部躯干屈曲和旋转的训练。当上部躯干被动的屈曲和旋转时，可以抑制肢体的痉挛，而主动活动时可以激活腹斜肌的活动。首先使患者健侧肩胛前伸，逐渐使上部躯干旋转。治疗师要嘱咐患者头放在枕头上放松，如果不能放松则做不到上部躯干的屈曲旋转，也就不能做激活腹斜肌的活动。向患侧翻身，治疗师跪在患侧，将患臂抱在腋下，用手从下面支撑患肩以保护肩关节，然后要求患者抬头，将健侧肢体抬起来向患侧放。通过这种方式，患者充分利用了腹肌的活动。要求患者把头抬起来并保持住，直到完全把身体转向。下部躯干的屈曲和旋转，通常患侧比较容易一些，通过躯干旋转，患侧肌张力得到抑制，可使健侧的活动更容易。患者仰卧，治疗师将患者双下肢屈曲，要求患者放松，治疗师将一只手放在骶尾处，用上臂或身体支撑患者屈曲的双下肢，然后侧移体重，使患者腰椎屈曲，另一只手保持胸廓向上。当治疗师将患者骨盆向前拉时，应保持患者髋关节屈曲的角度不变，重心向患侧倾斜。两侧倾斜的活动可先让患者坐在床边进行，治疗师站在患者前面，
一手托付患者颈后，以增加患者的安全感，另一只手帮助患肢向患侧放置肘关节，支撑到我们的治疗床上。治疗师通过自己放在颈后部的前臂向下加压，促进头的直立反应。当体重通过患侧肘部时，主患者继续向患侧用力，此时可刺激肩周肌群的共同收缩，从而加强患侧肩关节的稳定性。重心向健侧倾斜，用重心向患侧倾斜的方式，使健侧肘关节接触床。但当从健侧回到直立位时，我们要避免健侧的肘关节支撑，治疗师应轻轻握住健侧手背，慢慢抬起来，避免健侧手向下推的力量使身体坐直，这样我们才能调动患侧的主动调节能力。随着能力的提高，可以让患者离开床，坐在凳子上做上述活动。双手交叉向前跺脚，在坐位平衡恢复一定水平以后，患者应该练习躯干较大范围的主动活动。患者坐在凳子上，双脚平放在地上，治疗师引导患者躯干向前，双手去触摸起脚尖。运动的幅度要先小后大，开始时以患者躯干前倾能够回到直立位为宜，并且注意躯干前倾过程中足跟不能离地，正确完成起坐过程。首次站立的患者往往是以重心偏向健侧的姿势起坐，并且重力不能够充分前移。由于运动时需要费力，在起坐过程中就可加重患侧的痉挛，导致很难完成站立的动作。患者在凳子上坐稳，双脚平放在地上，治疗师帮助双手交叉向前伸到前面的凳子，凳子所放的位置要使患者的手放在前面时肘关节能够伸直，头向前超过脚。此活动练习的是重心前移而不是向下。当患者体重前移患足，有了持重感以后，可以逐渐摆脱前面的凳子，把重心提高向更高更远的方向，能够够到治疗师的手或者是其他目标。经过反复练习，患足有了足够的持重感以后，治疗师可将双手放到骨盆两侧向前推骨盆，并同时鼓励患者站起来。换腿站立，健腿内收外展。当患者双腿站立时，往往以健腿承受大部分体重的形式站立。即使是治疗师强调体重应该向患侧移，那患者也很难做到，尤其是那些下肢有本体感觉障碍的患者，他们会很难理解体重的转移。因此当患者站立能够站稳以后，将健腿抬起来做相应的活动，这样我们就能够较好的完成换腿持重的练习。治疗师坐在患者前面，稍向患侧的一方，用自己的腿保护患者，使其持重，然后治疗师一手协助患侧的髋关节伸展，在患腿持重的情况下，将健腿做内收外展的运动。换腿站立，健腿踏台阶，这个方法适用于能力比较好的患者，他的膝关节应该没有明显的过伸，而髋关节的伸展对于矫正膝关节的过伸也是有帮助的。当患侧下肢关节排列正确以后，我们的治疗师主患者将健足迈向前面的台阶。注意在健腿活动的这个过程中，患腿一定要保持稳定，根据患者的能力和逐渐增加患腿持重的程度，台阶可以放在前面、侧面以及后面，而台阶的高度我们也可以从5厘米到20厘米进行一个调整，帮助躯干进行旋转促进行走。我们发现有一些患者由于肌张力增高的影响，在行走的过程中
躯干几乎没有旋转，而是侧弯向患侧，使患侧躯干肌进一步缩短，加重了提髋等下肢的伸肌模式，既使我们的行走不美观，又过分的消耗体力。治疗师位于患者的身后，把双手放在患者的双肩上，四肢在肩的前面，拇指在后面。患者行走时，治疗师及时与对侧腿有节奏地进行肩的前伸。通过这种方式行走，既能增加协调性和行走的平衡能力，同时通过肩的前伸可促进对侧髋关节的前伸，以此克服伸肌模式。握住患手，和患者一起行走。治疗师握住患手，鼓励患者健腿先向前摆动，同时治疗师帮助患手摆动向前。根据患者的能力，可在原地先用健腿向前迈一步，同时治疗师帮助患手向前摆动，然后患手向后，健腿同时向后迈。治疗师握住患手，可以避免由于行走用力引起的上肢痉挛屈曲，同时增加行走的协调性。好，谢谢大家。